挑战又来啦，大家是不是很想我？没错，我们今天不打拳击，我们今天要来做别的运动。看我身后就知道我们今天想干嘛了吧？我们今天准备来当蜘蛛女。所以我们今天来到士林的红石攀岩馆，为了让今天的挑战越来越刺激，今天不是我一个人而已，我还找了我的好搭档、好同事，但不运动的朱姐来。朱姐，跟观众朋友说嗨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朱姐。你干嘛啦？为什么要这样？我是很不爱运动的人嘞。所以嘞，然后你突然把我来到这种好像高难度运动，先不要紧张好不好？我们又要请到优秀的教练来到现场，让我们欢迎韦恩教练。嗨，教练，帮我跟大家打声招呼。大家好，我是这边的教练。就是越来越多人风靡这项运动，它到底是怎么出现的？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抢答，我抢答。教练，你看我说的对不对？是不是因为就是2021年东京奥运首次暴食被纳入这个项目当中，所以大家都开始风靡这项运动？对，没错。暴食跟攀岩的差别。OK， 一般来说，暴食的场地就是，不会太高，大概就是一层楼左右而已。然后地上我们就是软垫。那攀岩你可能在比较高的地方，你会需要一些绳索跟装备。好，我们就不会直接是落地的。好，那我们就准备开始喽。Go！ 等一下，往后跳，自然的就往后滚。那手收在胸口前面，手不要触，不要撑到地板上。啊，对，很自然的。好。对对对对对，很好。所以这样通过。好。好 ，OK， 好。好 ，OK，OK，、OK, OK, 好。啊，记得手不要撑到地板。当我在爬的时候，我使用绿色的，我就只使用绿色的，其他的颜色就是我不能使用的限制。这个胶带高是告诉你从这边开始，两只手就两只手分开来，你们两只手在起点上面离开地板上，好，我们叫做开始。就回到我们刚刚最前面讲的你的人生的拼图啦，好，你开始在寻找你需要哪一块拼图了。绿色的到底在哪里？你可能就要找一下。当我们到上面的时候，看到同样的标示，告诉你这边是一个结束。OK， 结束的地方一样是我们是两只手。OK， 确定稳定住了之后，代表你绿色的这条路线就结束就完成了。好，那我们下来的时候就无所谓，就轻松的扶好，随便使用，站稳。OK， 之后回到跳下来的动作。那我们在爬的时候学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试着用你的脚尖去踩。当你用脚尖的时候，你才可以做这个动作。好 ，OK。当你使用你的足弓中间在踩的时候，这是一个很不稳定的动作。OK， 你只要一抬起来，你可能就滑下来了。等一下 ，very VB 是什么意思？我不知道。Very baby。没想到会考你准吗？在那边考倒了。B 是 for beginner。OK，beginner 很适合我们。对啊，那个 V 有别的意思 ，V 不要管它。对 ，OK， 接下来数字越大就会越困难，就这样。好，那教练，你个人大概是到哪一个 V？ 我个人的话，我个人目前极限应该可以爬到这边啦。对，一样是白色胶带等级。好，那石头是紫色的石头。这边有紫色，但是这边也有哎，所以它是要转一个弯爬过来吗？对，是的，没错。终点在那哎，我看到了，这个是紫色吗？是吧？对对，是的。它是不是有点斜斜的啊？哎，其实你已经翻过去了。对啊，是因为你的脚的起点已经在另外一侧吧？哦，因为我踩过来，两只手都要过来。对 对， 对，最后结束是两只手。哎，好 ，OK， 结束了。好，脚。对对对对对，好，开始啊！对，这个就是我说比较局限的部分了。好，加油加油！哎，教练真的可以写蓝旗。有了有了有了，可以。对对对，好，很好，对，很好。OK， 好，对啊，脚掉下来了，先想好你的脚要去哪里，脚往你的右脚方向看。嗯。哦，对对对，很好很好很好。对，很好，好。有了有了。对，好，来慢慢的，对，慢慢处理好，对。好，让自己身体稳定了之后再做结束的动作。好，稍微调整一下。好，很好，对对对 ，OK， 哦，很好很好。我先解释一下什么叫做重心，那重心到底在哪里？最重的地方啊，下半身，下半身。哦哦 ，OK， 好，
这些都太复杂，其实只有一个，就在一个位置，就在这里，在你的肚脐正下方。哦，注意我的就是我的核心部位稍微一直往上抬。OK， 所以你在往上的时候，你抬起来，你就会一直想要站起来。对， okay, 好，对，然后对，然后你就会一直一直想要拉单杠，哦，一直想要拉单杠拉起来，哦，很快手就会很酸。那接下来我要示范的是，如果把重心放下去一个比较对我们来说相对比较理想的攀爬方式，所以会有很多深蹲的动作。好 ，OK， 那这样子我们怎么在做移动呢？我们用我们的脚做一个移动，站起来。看起来突然变得很专业耶，你有发现吗？变得好像比较轻松的感觉。所以我会一直做一个深蹲蹲上去的动作。哦。我在脚的中间，我现在是跳级生，直接跳到 V1。好，加油加油加油，很好。好，开始体会，开始体会到，哦，很好很好，我开始感觉到，就差那么一点嘛。好，很好。开始感觉到为什么要试很多次了？哇塞，因为没有正确答案，搞不好适合我的不适合你，很难呢。欸。好，很好，很好，很好。哦。我手已经要没力。好，我示范一次好不好？好。哦哦哦！修蛋鸡嘞！哦，他刚刚换脚了。可是你看他换脚好像很轻松，那个动作对我们来说超难的。对啊啊！哎，他一直换脚哎！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脚尖，脚尖。他当然是脚尖踩脚尖，我知道了。你左脚踩的地方没有让右脚过去，这样子吗？哦，不错不错，好，朱姐的观察力非常的好，对，很好。左脚左脚垫，对，很棒很棒。对 ，OK， nice， 很好。站起来，站起来。OK， 哦，看到没？这就是足弓滑下来了。哦，对，很好。左手左手左手旁边。OK。我好喘哦。来，大家冷静下来，冷静下来。好，对，很好。好，来，好，接下来最困难的地方来了。好，最困难的地方来了，最后一步你要怎么上去？哦哦哦哦！好，来加油。好了，看一下你的右脚，其实还有东西可以用的。看一下你的右脚，想一下。哪里？想一下，想一下。我先蹲着休息一下。哦，很好很好，这个蹲下来的姿势很好，哦，很美耶，很完美，我有点累。哦，不会，这个蹲下来姿势很专业。加油加油，不然哦 ，OK OK OK OK， 可以可以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加油加油，哦，要回来要转过来，你才有办法两只手。哦哦 ，OK OK OK， 哇，哦，很好很好。哦，不错，欸，不错，这个背肌跟手不好累，不错不错，我现在好累，很厉害。你有没有看到我的汗？哦 ，OK。好，我们现在请教练进行15秒的推坑时间，15秒计时开始。好，那我们这是红石攀岩，那相关课程内容、活动讯息全部都在这个上面。好，那有兴趣的朋友帮我们上 Facebook 搜寻，好，红石攀岩。好，那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过来玩，耶耶。哦，刚好，刚好。他已经默默开始攀嘞，而且他很迅速哎，他又换脚了哎。刚刚是不是有一个华丽的扭转啊？但是好快就结束了。换脚，换脚，换脚。哦哦，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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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机会哎！左脚左脚。哦，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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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左脚第一个，第一点第一点第一点。起盘哪里？起盘起盘起盘，有贴胶带的。哪一个？绿色胶带，对，绿色胶带，加油加油，快完成了。他其实一直在用手臂的力气在撑着，我有点左手上不去那一个哎。好 ，OK， 没有关系。我左手上不去，超强。小心小心。加油加油加油！哦，很好很好，对，这样子可以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转过去，你可以转过去踩那个，对对对对对对。好。好，右脚去踩上面那个，有了有了有了。很好。手再换，手再换，有了有了。好。右手上面还有一颗。哎呦，那个到底是什么？哦哦，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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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来，膝盖要小心哦，你这样子右脚膝盖要小心哦。好累耶！哎，对，你很强哎。加油加油加油！不要
勉强啊，不要勉强啊。对，很好，很好，很好。虽然没有完攀呐、啊，嗯，这样应该算是成功了吧？不错啊，成功，对。真假？对，其实初学者能够爬绳，能够爬完 V 一就已经很真的就很棒了。那你有爱上这项运动吗？我有爱上很会带我们玩的教练。谢谢谢谢，不敢说。真的，就是一定要有好的教练带你去适当的学一些技巧。对，我觉得有教练带那个感觉真的差蛮多。你不觉得你一直超越自己的极限吗？对，我一直在超越一分钟前的我自己。很好很好，我觉得这样子就对了。对，重点不在于你今天爬完没有啦，有没有爬完其实不重要。嗯，对，那你今天有没有觉得，我在练习过程中学到一点东西？嗯，对，好，或是多突破一点自己的极限。嗯，对，好，我觉得这是比较重要的部分。超感谢教练的，感谢教练。千日挑战宣告成功。我觉得我潜力蛮好的。你看，拜托，我觉得我今天真的差一点，那个 VO 我真的就差一只手而已。我觉得我应该可以到继续往前，所以我觉得我蛮会想再来玩。但是我不知道你啦，初学者呢，其实是比较没有在运动的。其实一开始啦是蛮恐惧，然后会觉得自己一定上不去。不会啊，我觉得你做蛮好的。所以我觉得就是有教练教导之后，有没有？你会觉得自信心大增，然后你会觉得跟教练说的一样，就差一点，差一点点的时候。会让你想要再试下一次，对，其实那种成就感蛮好，蛮不一样，而且你不觉得很享受被教练鼓励的时候吗？对。嗯。